Tommy 中游美嘅首支个人单曲《Breaking My Heart》MV 推出一个月，已经收获过百万 hit rate。MV 入面嘅手势舞更加系大获好评。日前 Yumi 拍 MV 嘅时候，都有同大家解救手势舞嘅动作，等大家齐齐学跳噃。嚟，咁佢系 Breaking， 佢呢、這个嗱，其实点解咁咧？我都有问佢哋点解咁，系因为 Y 字，所以就咁样，所以就 Breaking。My heart， 跟住佢有個 accent 位就係咔咔，就 breaking my heart， 咔咔咁樣啦，就是、L 深深咔咔，呢個係重點嚟嘅，即係你跳嗰陣時最緊要係咔咔食嗰個位咯，即係 breaking my heart， 咔咔咁樣，跟住就係咯，其實主要都係呢個嘅啫。Yumi 又話一直好期待可以推出屬於自己嘅單曲同 MV， 呢日佢已經等咗好耐啦。好開心，因為我期待咗好耐好耐。之前咧有拍過 MV 喎，今次係第一次自己拍添。係，今日係真係自己拍一首屬於自己嘅唱跳歌嘅，所以係有啲緊張，有啲興奮，但係都好開心。籌備咗幾耐咧呢首歌？其實都一段時間，因為其實之前是已經錄定了呢首歌，但是未正式去排舞。排舞咧都係其實都是前幾日才開始排。咁即係要話要拍 MV 就要排咯，所以係咯。啱啱都有問問媽咪啦，佢話你有同佢一起練喎。係啊，因為有時唔係，其實錄完首歌啦，佢已經係咁播噶啦，係咁播。跟住我媽就會同我講：你個 steps 會係點嘅咧？跟住佢就示範佢嘅 steps 俾我睇。跟住咧，我就睇OK 喎，有 feel 喎，咁樣跟住就 OK 睇下點咯，咁樣。見到其實咧呢度咧都有一個好大嘅月亮啦。啱啱上完呢個月亮咧都好高。啊，係都好高，驚唔驚啊？其實他哋真的籌備得很多嘢咯，因為我首先我冇諗過會有呢個 theme 嘅，即係月亮嘅嘢啦，跟住又關於星空啊，有好多煙啊咁樣，所以其實我自己都好中意。